怎么这么崩？刘嘉玲蜡像脸好僵，笑称本人活色生香。刘嘉玲昨天在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帮自己的蜡像剪彩。之前看到过这一尊蜡像吗？没有，今天是第一次。整个过程是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大概花了5个小时吧。拍照，然后量身，还有一些。有过一尊是在香港的。没有，这是第一尊。既然嘉玲姐这么期待，赶快欢迎蜡像出场。火影笑这么大声，也太不给嘉玲姐面子啦！本尊跟山寨站在一起比一比，这蜡像的脸好紧哦，硬是比嘉玲姐的小了一号。嘉玲姐看得这么仔细，要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？什么样的感觉？很特别，因为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，但是现在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我，很神奇的感觉。我想应该有90几分吧。我现在这样看过去，我的眼神啊，然后整个轮廓啊，还有发型啊，头的那个比例啊，都是完美的，我觉得。因为你说，因为只是我的人会有动感，活色生香的。那有没有想过自己把其蜡像和自己就是爱人的蜡像放在一块儿？放在一块，你说放在家里吗？苹果的 online， 不爱的，不爱的，报道。